那这里就是大运河啊，千年大运河，也称为千年古运河。这是隋炀帝的时候开凿的，从北京到杭州的大运河，途经无锡，京杭大运河。今天我们一起去万象城看一看，听说那里有一个国际的这个冰淇淋节。各种各样的口味都有，我们去转一转。那前面的广场上就是冰淇淋节，啊，各种各样的摊位都有，啊，等会我们过去看一下啊。那这里是商场负一楼，一般来讲负一楼都是吃的为主，小吃为主，饮料、奶茶、蛋糕。日式炸鸡，哎，我肚子也饿了，看看吃点啥呢？我又到这儿来吃个，吃个饭吧。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呀？啥也没有，空的，啥也没有。这个我在日本的时候吃过，那个它有好多小菜的，有一些那个海带丝啊，那些都会放在前面，然后你要吃的话可以自己选择。此其家最好吃的其实还是牛肉冻。鳗鱼冻的话，鳗鱼我不是很适合，它的甜口太厉害了。那要等2分钟。啊，好的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这鸡蛋是刚刚蒸出来的，这个相当不错。啊，现在里面都没有虾仁了。哦，在下面的啊。这个鸡蛋非常的细腻爽滑。它这个肥牛汁啊，它那个给的正好。虽然你会感觉到。味道不够浓厚，但是你一碗饭吃下去的话，其实它的咸度、它的浓度其实已经达到了。你吃一口饭的话，一口两口饭的话，你不会感觉到，你会觉得太淡。但是你要考虑整个一碗饭你吃下去，如果这个肥牛汁再多加的话，就会太咸了。咱们要撤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这个国际冰淇淋夜市。注意看我，耶！我看非常好。还有这位叔叔，你用英文说行吗？不好意思。哎呀，啥？那个，哎。
基本上都是单球30，双球40，三球50。你还非得买三球了，对吧？单球30，双球40，三球50。这个就说白了，单球30就贵了。妙可缤纷，一是手工冰淇淋。百草间，这冰淇淋看来吃完了还能治病的。哦，草本冰淇淋，哦，当归薄荷，乖乖，这个厉害了，这个有功效的。斯里兰卡奶茶拉丝，来吧，喝茅台吧。年轻人的第一口茅台就只能吃个冰淇淋啊。看一下啊，青梅煮酒59块，哦，这是最便宜的。经典原味66，香草口味66，酸奶冰淇淋66，抹茶冰淇淋66，蓝莓果汁雪泥66。这一口下去就是66，还好，比起茅台酒还是便宜的。对吧？你毕竟能喝到茅台了，这玩意儿，66块钱。66喝茅台，哎呀，爽歪歪。哎，看看人家买的两个啊。妈妈。土耳其拉肠冰淇淋。啊。土耳其。这不远万里啊，到我们这儿来供应冰淇淋。看看这个逗趣的土耳其小帅哥。这一把抓过来吧他，哎，对，拉住杆子。好不好吃无所谓，关键要表演的有意思。哎嗨，拿住了，拿住了，拿住了，哎嘿嘿，你不拿住又给他凑回去了，我跟你讲。这什么 一卷，这人有病，这人有病啊，是这意思，这人有病。然后给他拿个冰淇淋，你叶个券，我多下来我来付钱。这个是开心果的，没事，你给我吧。拿给别人，再给我一个勺子。那你下方有喜欢的？这个是蔓越莓的，蔓越莓子。
意大利手工冰淇淋大师表演，郭宏武。我吃饭。青瓜柠檬，双球30，马告盐之花单球20，双球30。这。惠山泥人是无锡的特产，是用泥土捏出来的那个泥人吗？当然是用泥土捏的。他竟然搞了个咖啡，惠山泥人咖啡，瞧一瞧，18块一个球，9.9尝鲜价，比利时国宴专用。泥人棒冰，现在穿还是泥人棒冰呢？而且这个化得快。惠山泥人棒冰。现在给您穿呀！啊，9.9泥人棒冰，吃不吃啊？就剩这么多了。这就是泥人棒冰。泥人棒冰。哎，惠山泥人。哎呦，这个还蛮逗趣的，对，萌萌哒，哈哈哈哈，哎呦，这个品牌叫南长街呢，无锡人自己的雪糕，南长街这个品牌啊，我刚才还没注意，竟然叫南长街，我喜欢台湾的地方，南长街，啊。哎呦，这个包装还是古色古香的，可以的。你看这个挺有创意的，叫瓜子雪糕。对，我们春季榴莲，中国就我们带。哎，榴莲雪糕，脆皮的还是？对，我们带白巧克力。哦，这个有意思，这个是比较新奇的啊。哎，厚切大板。这感觉跟东北大阪有点类似啊。东北大阪5公分，我们这个8公分，那就我们就厚切一点。哦，那就加强大阪。对，加强的大阪。哦，有柚子、香蕉，这个薄荷。这个我们都会给你放。薄荷今天是网红品。哎，对。你要听这个吗？这不错。这瓜子我第一次听说。有点意思。而且瓜子我们做的是猫爪形状，非常有创意。来个瓜子吧，宝宝。趣野咖啡。这杯咖啡挺有格调的。好了，一圈转完了，都是冰淇淋啊，好热闹啊。
撤退了。